外界的第一印象就是好神秘，在台北市的街头就有道地的土国料理，还有传统的手工艺也能够自己动手做。Hello， 今天的主播澳豆粥呢，来点异国风不一样的，让你不用搭飞机，一秒就能感受到当地的风土民情。在我旁边呢，这些色彩缤纷的都是土耳其他们传统的马赛克灯饰哦。那究竟这个土耳其还有什么特色的美食跟文化呢？一起带你去了解。耶、yeah, ，欢迎我们老师今天来教我们做这个土耳其的这个传统工艺，老师来帮我们自我介绍一下。哎，大家好，我叫雅欣，雅秋天，高兴的兴。我来自土耳其，我来台湾已经12年，我之前在这边念大学跟研究所，后来我开了 Artist 土耳其手作工作室，我们目前台北、台中、新北都有工作室。那我们工作室有什么手作的课程呢？马赛克灯，还有土耳其带来的手绘的盘子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盘子长什么样子吧。那我们有两种，第一个是全空白的，那你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力，那自己要干嘛就干嘛。那我们也有一些素描的，也可以直接上颜色，看看你希望什么颜色都可以调整的。那我们有一些是立体的，就摸摸看都可以有感觉的。一天可以做完，可是我们还要加工，我们要烤1200度，所以大概要花2天的时间。所以它的那个花纹上面是有什么样特殊的意涵吗？就是传统土耳其的这些花纹吗？也有，尤其是我们土耳其那边是平常是大自然的花卉，加这些郁金香，还有有一些是那个康乃馨啊，都有一些意思。郁金香的话，它是土耳其的国花，那康乃馨是它代表是爱情，就 forever love。好，介绍完这个盘子呢，可以看到啊，其实不止盘子，这个传统技艺当中呢，他们的马赛克灯饰也非常的重要哦。所以我们现在要自己来动手做，走吧！耶、，Hello， 可以看到呢，现在我们前面有非常多五颜六色的材料哦，这都是做这个马赛克灯的一个素材。不过呢，其实呢，最近有个比较特别的啦，就是因为我们想要来串珠嘛，这个难度可能会升级，所以我们要请老师来帮我们。好，我来喽。但我觉得这个我可能会有点障碍，我先告诉各位观众朋友，不要太大的期待。好，开始喽！等一下，我连那个针头都拿不稳。你用这个手。对，好，问这里。哦，然后另外一个手，对，转。它有顺时针或逆时针的要求吗？没有。看看你要转那里都可以啊。好，应该是顺时针。对，没错。我就会。再快一点，再快一点，再快一点，快。等一下，为什么我这个有点障碍啊？等一下啦，哦，可以，对，一个，一个位，怎么会？再一次，好，再一次。看这个的话更简单，更简单了，不用担心了。我要全自动化，不好意思，我比较现代一点，modern 一点，我来喽，起！啊，等一下，对的，玩这边，对，有种乘风破浪，有吗？有。来玩轻，对，玩轻一点，对，玩轻一点，好轻。在这边卡，是卡了。经过尝试，不断努力，终于把一串串的珠珠串起来，接着绕啊绕，绕成土耳其的恶魔之眼，千辛万苦，总算大功告成。除了刚刚看到的这些传统手工艺品之外呢，我们来带您到这一家东门这边别具特色的土耳其咖啡厅，可以看到它整间店都是土耳其蓝的设计。那它的餐点有什么样的特色呢？一起来吃。小小咖啡壶在热沙上来回穿梭，用这种加热的方式才能煮出道地的土耳其咖啡。那传统上，因为早期咖啡是一种药，它进入了人类社会。那后来大家变成社会性的饮品的时候呢，社交性的饮品的时候，各个国度就会加入，各个地区就会加入不同的香料类型。那首先就是方块型的呢，这个叫做那个果仁酥。果仁酥就是把面皮然后千层堆叠，然后里面就是有包这个我们看到翠绿的这个开心果。然后在第二种的话呢，我们叫做金丝果仁酥，那一样用面团拉成细丝，然后把它做成这个棒状。棒状的话，我们里面现在包的是这个坚果碎粒。
然后旁边的话，这个三角形的话呢，是我们做了一款改良过的这个薄果仁酥 Catman。那它里面的话一样是用薄皮，然后里面包那个传统上会包一种厚奶油，但我们这边包那个 mozzarella cheese。它里面有 cheese 吗？对对对，奶香很足够哎。嗯，真的好好吃哦。对，这款的设计就是会比较让有稍微有一些饱足感，然后形成一点点的这样子。对，我觉得而且它太酥脆，所以我一直掉那个酥皮下来。嗯，对。很好吃，不用出国就能享用到异国美食，改良的更贴近台湾人的胃，跟随主播的脚步，一起来探索截然不同的土耳其风情。